你知道周深在跑男唱了哪些歌吗？一起来看看。Time to say goodbye. Paesi fermari che hanno mai. Non mi resta non più. Io conto. 谢谢谢谢。再来看看周深第一次上跑男唱。苍茫茫烟波，那里的翅膀已经太辽阔，我松开时间的绳索，看你飞远去，看你离我而去，原来你生谢谢老师。挑战，当，请准备，三、二、一。哎呀，这么可爱吗？这个好久啊。对呀、啊。哦，这么快。哦。这都没穿好。哈哈哈。当山峰，当山峰，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，当河水不再流，当时间停住，日夜不分，当天地万物化为虚空，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手。来这唱的太好听了吧？不能和你分手，等你的温柔，是我今生最大的守候。是没有扣的。当太阳不再升起的时候，地球不再转动，当春夏秋冬日来变换，全部丢散，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散。
红尘作伴，活得潇潇洒洒。策马奔腾，共享人世繁华。青春是歌唱出心中喜悦，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。红尘作伴，活得潇潇洒洒。策马奔腾，共享人世繁华。追求当歌唱出心中喜悦，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。落了俩帽子，因为我看到我有帽子，我不知道有帽子，我也不知道。三个地主家的傻儿子，不是你们进去怎么知道这身是周深的呢？因为这个小啊，我也不知道，我都没犹豫，我就去穿这一套。接下来请观众评审打分。哇，这么少。欢迎，你会吗？谁的喜欢？陈洁仪的。可以啊，那喜欢你。喜欢你吧。喜欢你，喜欢你。喜欢你吧。好，第一组成员挑选的歌曲是陈洁仪的《喜欢你》，请出歌。喜欢你是那微笑的眼睛，连日落也看作春意。我喜欢这样跟着你，随便你带我到哪里。你的脸慢慢贴近，今天也慢慢的慢慢清醒。我喜欢你爱我的心，清楚我每个手指感应。我知道他在诉说着你承诺言语。他俩就不对了，完了呀，完了，你俩这差的老大了，你俩这连合唱都达不到啊，完了。BBQ 了 ，BBQ， 我唱快了，好像我不知道。那我们先看一下白鹿的回放。说着你承诺言语，我知道他在诉说着你承诺言语。我慢很多吗？我慢非常多吗？挺多的，挺多。你慢了半句。白鹿快了0.2秒。哎，算了，那成了，在0.5秒以内。可是我，我们来听一下周深的情况，听一下专业歌手，专业歌手的节奏。你这慢了，这就慢了。有朝一日，白鹿在教周深唱歌。哦，慢了，慢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他在诉说着你承诺言语。对不起，周深慢了0.8秒，超过0.5，所以这一组第一次挑战失败。这个真的好难。越慢的歌越难。算了，我们今天就在这儿摆烂了，把那舞台弄在这儿得了。他们俩都没过，我们怎么办啊？我觉得深深那个是对的，他这是一种故意的一种。我有一些我自己在处理，你知道吗 ？Lay back， 来 ，lay back， 接受惩罚。哎，你这头发我觉得扎的更疼。好，两位还有一次挑战机会，可以再挑选一首歌。要不就爱你，爱你是比较好唱一点。可以，爱你吧。好，两位第二次挑战，爱你，请出歌。我给的情话多说一点，想我就多看一眼，表现多一点点，让我能真的看见。哦，爱上床一点，想陪你不止一天，多一点。让我心甘情愿爱你。这个应该 OK， 应该 OK 的，应该 OK 的，这个应该 OK， 这个应该 OK。我觉得这个应该成了，这个成了，必须成了。给我都弄得我手都抖了，不知道为什么紧张的。看一下这一组的答案，先来看周深。表现多一点点，让我能真的看见。哦，戴上双眼，我在努力憋住了。多一点，
当我轻轻爱你。哎呦，难一点，应该在我0.5之内。差不多了，这个。差不多。这很准了。这很准了，已经。0.1。很准了，很准了。周深刚刚慢了0.18秒，在范围内是成功的。接下来看一下白鹿。要想多一点点，让我能真的看见。再相处一点。哦，你节奏好好哦。多一点，让我心甘情愿爱你。哇，卡在点上，节奏大师白鹿这个很厉害，他快了0.01。所以我们成了，对不对？0.01几乎就没可以忽略不计了。所以恭喜两位挑战。我俩来赶紧的，早弄完早那什么。请导演组为我们播放黑豹乐队《无地自容》。你害怕不怕成为你们的结局？天哪，我都没听过。是我们最后的脸面。请出歌。不必在乎许多，更不必难过，终究有一天你会明白我。人潮人海中有看到你，太多了吧，右边一样迷人，一样美丽。完了，差点完了，完了。不必多说多说，你仔细想想，你我到底想要多少？下降太好多。终究有一天你会离开我，终究有一天你会离开我。哎，有点夸张哈。差了这么多吗？真的，你快太多了。好多好多。渣哥，你快太多了。渣哥，你真的无地自容。你真的很不想去哎。我真的会离开你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他这里沙了沙了的，他会有一个白噪音。你就是想要离开我。所以你不能这样，你得这样。这样和这样有啥区别？有区别。那我们看一下沙哥的情况。太多了吧。好，从这已经看出了，已经快了，已经快了，走远了，已经走远了。因为他喜欢越打越快。你分得清楚，你我到底想要说什么？终究有一天你会离开我。你都唱完了，还没到。终究有一天你会离开我。哎，沙哥，你唱出了回声的感觉。快了10几秒吧。快了4.18秒。